没事，你们溜吧，溜溜溜溜溜，我自己来就行，我自己来就行。好，迟到，了解，审判，迟到，咱们一个大迟到，咱们一个疯狂大迟到。但是我刚刚确实是在工作，在工作，然后就咱们就是一个溜，咱们就是一个溜，咱们就是一个溜。晚上好，对，迟到，对不起，对不起，这次确实是迟到了。我正在楼上在排练，在风风火火的排练，在超级排练，就是一波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然后我本来是想在排练厅给大家直播一下，但是确实是音乐很大，大家在顺调度顺排练，然后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你也知道我们是啊东楼武林的戏，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战斗的环境，然后大家就在打，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又怕就是演员们直播有负担，所以就没有整的那么夸张，然后我自己偷偷找了个房间。然后跟大家直播一下，跟大家直播一下，守护好的守护早安，非常没有问题。是的，这个东楼正在火热的排练当中，火热的排练当中，疯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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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练。今天是 Round 2 8周年，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在群里已经收到了互相的祝福，祝福大家都好。然后提到 Round 2 8周年，我不知道万老板有没有说，但是万老板要开店了，祝福大家多多捧场。然后等开了以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具体地址，大家在南京的话可以去，反正去。好，是的，是的，剪头发了，对，稍微剪了一点点，因为确实是有点长了，因为我本来是想留长的烫卷，但是最近就觉得直发没，谢谢。我在台上唱念作答，看看眼镜，好好好的好的，眼镜有，眼睛有，可以，我就不上链接了啊，一跟二，大家有没有喜欢的？我目前没有找到我最近最喜欢的那个，但我现在包里面翻出了一跟二啊，你觉得哪个好一点？这个就是咱们就是一个啊，咱们就是一个。啊，就是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就让我来带着你承前启后，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啊，对不起，这个就是一啊，这个就是玫瑰摧毁堡垒，希望在我们等。其实今天这个发型不太适合戴，但是就是先戴着，头发剪。我本来是想留长的烫卷来着，但是就，喜欢项链哦，项链是我随便挑了一条，从我的那个柜子里随便挑了一条，这条应该是 PUK 的，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叮叮叮叮叮叮叮一下 ，PUK，哦，谢谢，我们来放一点小音乐怎么样？我们来放一首。什么歌单？我们来感受一下哈。你平常听的歌这么燃哦！造起来！总决赛加油！最后的冲刺了！总决赛你冲不冲？冲！是不是？小枣你冲不冲？冲！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是哪个队的，因为现在还没有播出来，但是就是。我们队冲不冲？冲！大家一起冲！同学再加油！我怎么排练出胡子了？我都别说胡子了。今天去剪头发的时候，今天我的托尼跟我说早安，你已经有4-5根白头发了，要不要拔掉？我说不拔，留下来，它是我的印记。已经有长了4-5根白头发了，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会长白头发，但是确实是长白头发了。可以剧透一下武功的舞台吗？我怎么可能跟你剧透？我现在是不是来内娱半年了？我还会犯这种毛病吗？不可能的呀！内娱罚的比舒尚圈罚的要多啊！我说不了一点。有没有开美颜？必然开了呀！祝大家就看了一个好心情嘛。东楼会来广州吗？东楼目前还没有定第一轮具体的巡演城市，但是正在紧锣密鼓的。我先把我的首轮演出整好，然后就开始。哇，
虽然排练困难重重，但是在这个 BGM 下，我现在觉得热血沸腾，现在就想演出，想上台。好，看到有人点歌，来，我们点播一首石老师的，不是常老师的，我们来点播一首常老师的哥哥，我们来点播一首常老师的哥哥。咱们突然就切换到一个啊，相对感染人的这么个时刻。蝙蝠尾巴，我们等一等，等一等，好不好？我也很希望我能长出翅膀。我们先来一首感人至深的哥哥。苏哥哥出来的都是张国荣，都是，不是的，我搜一下歌词哈。你说你是哥哥，我是弟，这首歌叫哥哥，是的，没有问题。哦，超绝气泡音，超绝气泡音。我觉得气泡音就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现在气泡音在我心中的代表已经变成了维利安哥。从小我一直问你，为什么你是哥，我是弟？和夏哥的哥哥还会有吗？你总是那样要会员。哦，就是这样，很多故事就是这样的，不用了，嗯，就放歌单吧。很多故事留一点遗憾，反而是很美好的事情。就是你看，哥哥很多事情也就是开了个头，但大家会永远记住，但是他可能只是开了个头。唱健将倒是不太合适哦，我现在可能我刚在楼上排练完，现在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直接给你唱健将，但我会告诉你，我是稳定的，我是冷静的。长出翅膀一下哦，变废为宝是不是没有办法直接听啊？我只能看视频，对不对？因为变废为宝好像说的他好像没有出音源，没有出音源，可能只能从视频上听一下了。那个刀是不是很难找？你实话说，你看播出的内容，你会不会觉得那个就是唱，其实你是不是觉得早安两天找一个调为什么会那么难？它就是那么难，它就是那么难，它那个翅膀，它那个齿就是很难找，是不是？我现在可以很稳定的唱了，我已经很多天没有唱了，但是我现在依旧可以很稳定的找到它。我希望有一天我会长出翅膀，完美，好不好？遨游在浩瀚宇宙的海洋，不用氧，只靠光。哎，这个混响可以。遨游在浩瀚宇宙的海洋，不用氧，只靠光。没毛病，没毛病，是不是？一开头。是不是特别棒？这次其实开头就是能唱第一句，其实我觉得是很重的任务，就因为第一句需要把人拉进情境里，所以我是在找那个情境。所以我希望我可以长出翅膀，但是最后很开心，我长出了翅膀。嗯，感谢。你现在看我这个蓝，看我身上衣服的蓝，是不是慢慢在变浅？是不是慢慢在变浅？有没有觉得变成淡蓝色？有没有觉得光慢慢变暗了下来？然后我的发型有没有变成锦龙的那个锅盖？帮你写作业。你为什么会相信我可以帮你写作业？
中分，对，今天是个中分，今天是个中分，因为今天工作，然后今天稍微捯饬。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想完整的听完一首歌嘛，开头第一句都不让人唱啊。我又没有看到，把眼睛睁开，我已经睁开了，我已经睁开了，还要怎么样？那我调一下美颜好不好？来都来了，来，大家看一下，今天是我完全没有开任何大眼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为了让大家开心一下，我把眼睛调大一点，希望你会开心一点，好不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闭上眼睛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开心一点？有没有开心一点？有没有觉得？有没有觉得内娱我来了？这样眼睛突然变得信息量好少哦。刚刚那样的眼睛我觉得还是能传递一点信息的，现在我眼睛里就除了空洞什么也没有，不行，我自己受不了了。准备好，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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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掉，全部关掉全部关掉。我怎么这样都觉得大呢？留一点瘦脸，留一点瘦脸。我没有关修理，我一直都开着呢。我昨天去做了那个什么，不是前天去做了那个叫什么，就是不痛的热玛吉，就叫什么点状什么，我名字想不起来了。所以它会肿几天，但是按道理它应该已不肿了，但是它还是会有，不是热玛吉，它是一个什么点状，反正就没有那么痛。他说会让你的皮肤紧致一点，我就去做了。正如一位老师说过那样，什么是男人最好的医美？什么是男人最好的医美？耶、yep! ！医美才是男人最好的医美。说唱，你仔细听这里的呼呼。其实我也有呼，但是因为下歌呼的太好听了，我的呼就没有那么。我找到调了吗？哇，你来晚了。刚刚我已经把从一公到五公的歌全部都唱过了。我呼的也很好听，那你这个滤镜有点重，你这个滤镜犹如夏哥对我的现代舞滤镜。但是实话实说，我跳的真的还行，我真的努力了。我一般来说结束回寝室或者是回酒店就顶多就是写歌然后就睡，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客厅里，让我的工作人员都回去以后，我一个人在客厅里一顿暴跳如雷。武功应该有所体现，武功可以期待一下，武功可以期待一下。我是真的有，哎呦，唱得好好，我真的有很努力的在练习，真的有很努力的练习。一顿暴跳如雷，东楼也是，东楼唱念做打，
啥都干了，啥都干了。东楼就是一个巨大的 X bar， 你这么想象应该可以吧。武功有没有屯门？武功没。哎呀，为什么我们不说话？雨下的好大呀。喝的啥？喝的水，喝的水。刘海眨眼睛吗？刘海不眨眼睛，刘海不眨眼睛，他已经过了眨眼睛的那个阶段。上一个星期前其实眨，现在就还好了。音乐节，对，那个音乐节很可惜，那个音乐节很可惜，本来准备跟大家见面的，但是台风，然后说台子被吹动了，哼，为对吧？就是风太大了。其实我本来想的是，不管风再大，上个台，对不对？如果风太大了，大家听不懂我唱歌，但是有风，是不是就可以跳一段现代舞？有风的地方跳一段现代舞会不会不错？我小胡子对我没有刮，我没有刮。这两天长胡子长出来，但是一直在排练，所以就没有来得及去管它。以后可以多多上综艺吗？我就是还是要看情况了，还是要看情况。就是一直在，我觉得一年有一档到两档的话就还不错，就是能跟大家见见面。但如果一直在上的话，就没有时间做东西了嘛。去年就是这样，去年可能就是在综艺上的时间有点长，所以就其实很希望留一点时间留给作品嘛。像今天在排练嘛，就一直在排练的话，就感觉其实挺耗时间的。虽然大家一直在催我要直播了，但是我就想把那一段排完。对，就是不管是，我是觉得时间挤挤总是有的嘛，不管是作品啊、综艺啊，然后好玩的都想跟大家做一做。其实我每年都会说自己不想比赛了，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其实比赛还挺开心的呢。就如果比赛不只是比赛的话，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对我而言，我今年会有点想法上的转变。今年会觉得只要能交到新朋友的话，比赛是也不错。对，但是输赢对我而言，今年可能是胜负欲真的就完全没有。今天就是觉得想要出一个很好的舞台，可能就在想这个。你要说输和赢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就还好，真的就还好。像变废为宝，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很开心很开心，就是能出这样一个作品出来。但是可能在变废为宝它在成型阶段，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在现场来说很难get到很多细节化的表演，包括它的小处理，但是它一定会是个很好的东西，能留下来就应该是很好的事情。对，变肥宝真的很好听，我真的觉得很好听。变肥宝是我对，去伦哥家吃饭吃得很开心。哇，伦哥家真的好大，伦哥真的就是他们家真的好好玩。然后伦哥就是叫了很厉害的主厨来给我们做东西吃。就你想象一下，你平常会点这家的外卖，但是这家店伦哥叫到了这家店的主厨，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感觉。然后每一道菜有详细的解释，因为米亚维也在嘛，然后还有中英文的配套，这道菜对应的是什么食物，就是各种非常厉害的料理。我到现在都记得还有一个那个鸭肠还是鸭什么来着，然后它是个冰，要用那个勺把它敲碎，因为会很吉利。然后每一道菜都有解释。能吃辣吗？哦，好像没有准备很辣的菜。对，伦哥家就很精致。夏哥，我去夏哥家吃饭，夏哥就是非常日常，
夏哥就是就很就他每天吃的东西就跟他在节目里吃东西我觉得真的差不多就很健康很家常。对，就是其实我很长时间没有，那段是已经挺长时间没有吃主食了，然后去夏哥家吃饭就暴食两碗饭，因为总感觉去夏哥家不吃主食就很不对。二十岁生日快乐哦，五花过生日，好呀，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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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我看逆流而上，逆流而上好，就是打呀，很燃啊，逆流而上好燃的。哦，提到他们组，总决赛也可以期待一下，凯凯可以期待一下，哦，不是总决赛。武功也可以期待一下改改，那舞台很好看。讲讲你媳妇儿，我媳妇儿，主任吗？主任也在工作，因为主任也是话剧表演工作者，所以他也在他的戏里也有他的工作。可以祝你中考顺利吗 ？OK 啊，中考顺利哦，中考顺利哦。为什么去夏哥吃饭不发微博？就去朋友家吃饭嘛，就是单纯去就是想去看看朋友。好奇怪，不是每次见面都一定要拍照留念的。祝你工作顺利，祝你工作顺利，祝你各种顺利，各种顺利，各种顺利，各种顺利。音乐剧会来城市，音乐剧会定的城市目前还没有定下来，但是希望每个城市都有，因为音乐剧的演出巡演的话就会比较复杂，因为每个置景台都要从北京从上海很大的。等一下，有变态在我旁边笑。好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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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他的班景，他的每次巡演需要极大的过程，需要很大的过程。就是他不是巡演就去当地可以搞定，它很多景片啊包括置景是需要运输的，所以很麻烦，还有装灯什么的，其实它的工作量会比一个演唱会的量还要复杂，所以其实做音乐剧是一件没有那么投入产出比没有那么高的事情，加上剧院的量就是进的观众量没有那么多，所以从收入上来说它一定是没有那么一定能保证回本的事情，但是它算是我的一个小梦想，所以我想今年也许是最好的时候可以去试试看。总觉得他会哭吗？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真的不会觉得这是某种告别，我知道他可能和某一些哥哥之后，可能他就像是之后没有交集的话，可能是告别。但是对我而言，就像之前有一个问过嘛，说你最想在这里留下来什么？我觉得大家都填的东西，我填的东西是我觉得我想留下来的东西，我已经留下了。就是我把我所有的能量，我把我所有的感情都在这里了。我没有这么长时间，这么一个状态去付出过，所以我想留下的东西已经留下来，而且我觉得我想带走的东西我也一定可以带走的，因为很多东西每年我都会这么觉得，如果比赛只是比赛的话就很无趣。你对东楼有什么期待吗？哇，平平安安吧，平平安安吧，因为每个剧他的工作人员演员编导加上各个点上一个剧要付出的人力和物力都太多了，而且它很容易装台置景，它是个很大的工程，
所以我觉得平平安安能把这个戏演完对我来说就是很好的事情。嗯，因为经常会有就是在舞台上啊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啊，出现受伤啊，或者舞台事故什么的，我觉得只要能平平安安把这个第一场第一轮首演演完，我已经很开心了。我没有抱那么大的期待值，但是我觉得它是我付出心血的东西。嗯，而且我已经不会觉得就是他怎么样就会影响到我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会，我有这个能量，我也有这个底气去一直做下去，所以我觉得他会越来越好。也许第一轮演完之后会有第二轮，第二轮演完会有第三轮，或许有新的戏，或许会做很大的改动，或许会做成连续剧，都不一定，但是我想我会一直做下去。对，会越来越好，当然会越来越好。今天会有新歌吗？会啊，会啊。我其实前段时就是这段时间还在排练音乐剧的时候，但是因为这段路程，所以就还是有一些感触嘛，还是想写一点新歌，还是想写歌，但其实时间有点冲突，但我还是写了。我现在记事本里面还有满满的有一些歌词。就感觉有很多想法和很多感受都想记录下来，应该会抽空给他录出来，或许不会那么精致，但是还是很想给大家听。上海有什么好吃的？上海，我上次我是去吃了那个很棒的那个。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但是有很多很精致的菜，螃蟹有很多，我吃了好多螃蟹。嗯，就是东楼那天跟大家吃了好多螃蟹。好呀，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早安多高？早安多高？我量的是整80，一点不少，一点不多，但是感觉来了之后也不是不能报个82、83的，应该也很合理。但是就是没有人应该会报那么准确的身高吧，但是确实我应该可以下次之后报个82、83的应该也没毛病。早安没吃饱，为什么叫早安没吃饱？因为那会儿就是那会儿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是一个小胖子嘛，就一直就很想吃，而且我觉得生活中那会儿压力大的话，我觉得吃饭是唯一可以解压的时候。你可能从那会儿最早开始，你可能不知道，就是想象一下你那会儿在你在跑龙套，你在剧组里面或者你在横店就在哪里当群演跑龙套。每天可能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放饭的时候，所以那会儿我就觉得如果一直可以吃下去该多好。但是 rapper 有一个说法， rapper 只有吃不饱的时候才是最强的。就是人吃饱了之后吧，可能会丧失一些创作欲望，但还好，我应该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早安现在能吃饱，早安没有吃饱，早安依旧吃不饱。还是胃口还是挺大的，虽然没有那么急，所以我应该永远不会对自己的现阶段感到满足，或者永远不会觉得要到了可以炫耀和可以高调的时候。躲在哪个角落？我就是在一个偌大的空白房间里面。小升初开心，开心啊！小真假的小升初，哇哇！前面的让我祝小升初开心，那个让我祝你成功上岸，感觉我这个粉丝感觉啊。感觉这个跨度有点大，祝大家都成功，都成功，都顺利。前天还有朋友跟我发他们家孩子可能一两岁就听着麒麟会摇会开心的时候跟我说，我说早安，你就是他小时候的谁谁谁了，就是。对，我那天我之前有一次路过一个应该是个小学还是幼儿园，就中午应该是午休时间还是什么操场铃声在放。
悠悠就伦哥家了吗？去了呀，悠悠去了呀，悠悠去了，悠悠吃了牛肉馅饼，然后就是那天他是吃的最少的人，还是自律，我天，还是自律，没咋吃。那天大家都盯着他说，你必须把我们刚刚吃过的每一道菜全部都再过一遍。为啥突然想减肥啊？那真的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了，但是不提也罢。怎么长上胡子了？人就是会长胡子啊，我都长白头发了。今天去剪头发的时候，找了四五根白头发，有一根特别长，就纯白那种。我想给他留着，我觉得他是一些小小的证明，以后还会继续演戏的，对吧？对。包子哥说带我进组呢，包子哥说早安，回来演戏吧。我说没问题，我说是不是跟你演？他说是 ，OK。包子哥答应我带我回剧组演戏去了，期待我。但包子哥比我高那么多，但包子哥比我还要轻很多，所以，但可能因为他要演的就是。有一些古装是需要很瘦的嘛，他就是不瘦的话就不行。我不知道去演什么，反正包子哥答应我了，带回剧组，大家期待一下哈。包子哥，你听见了吗？嗯，你答应的，我答应你的事我也会做到，你也答应我了啊。什么时候染头发？不知道，看包子哥什么时候带我去进剧组啊？进剧组染不了头发了，除非让我演个小黄毛。我觉得我这个性格演个小黄毛有点难，之前也不是没有演过调戏女生的那种。对，很想每年都会染一次粉毛嘛，但今年可能没有机会了，所以今年就多穿点粉的东西吧。对，是的，纪委没有错，就是纪委。主播，你的眼睛好亮。是的，因为有光就会显得眼睛比较亮，就会感觉，是不是感觉眼睛有点信息量，是不是觉得可以看透一些东西？并没有。主播的颜值是什么东西？怎么不看柠檬沙吧？因为要工作，工作的时候是不可以的。上海东楼见，好的呀，到时候见，我们上海东楼见。哇，这栋楼盖起来真的很不容易，但是还是想邀请大家来看一看。地道，好的，可以给你唱歌吗？你想听什么歌？我现在对这种直播突然来一下我的 vocal 展示环节极有自信。什么时候开巡演？就是东楼，可能就是我今年的巡演了，明年大概率还会继续巡下去，说不定是别的戏，但也说不定也会偶尔去演出，但是我觉得音乐剧会是我的一个工作重心，因为他确实投入了很多，真的投入了很多。来段现代舞吧。现代舞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展示，但是确实没有办法突然就这么跳一段，确实没有那么厉害。我也怕我跳完以后直接就是。如果我现在在跳舞，我不知道现在肖哥在干嘛，但肖哥会突然，哎，突然好想哭啊。会来重庆不？哦，巡演的城市还没有具体定下来，我跟大家说应该会多跑几个城市，因为挺想跟大家都做见面，但是很难，因为演出它并不是就是
它的场地很难定，剧院很难定，而且现在有很多剧。对，是的，平潭那次有台风，有台风，很可惜没有跟大家见面。那天其实挺想唱那个，没想唱那个那拉提 freestyle 的，因为觉得那首歌好带感，就觉得放在结尾或者开场的话就会很带感。会跟夏哥一起出歌吗？没问题啊。其实那天本来去夏哥家的时候，其实挺想就直接就因为写的很快嘛，想说整了就整了的，但是后来就聊开心了，然后就时间就太晚了，然后喝的有点多，也没有喝太多，反正就喝了点，然后就聊啥了？聊啥了？什么都完全不能跟你们说，对不起，对不起，完全不能跟你们说。祝你数学考到90分以上，好的呀，也祝你加油啊，也祝你加油，古筝比赛加油啊，加油！你的头像是 Kilo 啊，很喜欢 Kilo 啊吗？最近在看《全职猎人》，哇，《全职猎人》仙品啊！仙品啊，全职猎人一定要看老版的，答应我，不要看重制版，看老版，老版的音乐，老版的分镜构图还有画面真的很好，真的很好。不想学习了，学习很有意思哦，学习真的很有意思，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我是真的觉得学习真的很有趣。你就三个月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我也觉得一定要说变化的话，我就是一直在学习东西，我跟每一个我觉得优秀的人都在学习东西，我好像每年都会保持这么一个状态，这样让自己一直是个，我应该怎么说， keep it fresh。 祝你月考顺利，好的呀，祝你月考顺利。北方音乐节，我看起来很像北方音乐节的主办不？我看起来很像主办吗？如果我是主办的话，我一定到处跑啊。但是不是魔友吗？最近因为自己的工作安排也推了一些音乐节，本来可能能假期会跟大家多多见面的，但是确实是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在自己的作品上，所以推了一些工作。怎么样摆脱压力？摆脱压力，我都长白头发了，你让我问我怎么摆脱压力啊？战胜恐惧的最好方式就是面对它。战胜压力的最好方式就是面对它。我喜欢马奇马，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基野前辈，马奇马他很棒，但是我很喜欢基野，我觉得基野更像是活生生的一个生活中真的可能会看见的一个形象。想要项链的链接，再说一次，项链是 PUK， 项链是 PUK，PUK，PUK， The Bridge 的链子。不要驼背。好的。这样看是不是不驼背是不是觉得年轻一点，我看能 一秒变成老领导，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没有？也没有变成老领导，感觉还挺好看的。感觉还行。如果这时候拿个水杯会不会比较像领导一点？也没有，好像 还挺好看的。孙总好，哦，孙总。嘟嘟嘟嘟嘟嘟，总决赛嘉宾没有哎，没有哎，我还没有等好，因为总觉得就是
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嘛，然后我就觉得有些朋友叫过来，我又很担心他来了以后身边是不认识的人，他会有点不舒适，所以我就一直在想着，我录制的时候又没办法一直待在我带来的人身边，可能如果是艺人的话，可能我又怕，我担心会不会给到的镜头不够多，他来了会不会觉得不太开心，或者说，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会考虑的比较多，有时候考虑比较多。不要再刷。听说早安爱上了有奖金了，那个不是早安爱上了有奖金，那个是听说早安爱上了有奖金。你打出的字没有声音，你打出的字没有声音。吴教练，我觉得那个看了那个，我就觉得就是小九那个配的太精髓了，太精髓了。就是因为平常听小九说话那个声音配的是最精髓的，小九那个配的太像了，我的那个完全不像。我甚至在，就是我在群里面说，我说那天那个老师配了个什么声音是什么，然后我就在群里我模仿了一下。那个老师模仿我的声音，然后我说，我就问大家，我说我平常说话是这个样子吗？我平常说话是这个样子吗？啊，我说我是吗？我很质问大家，我说我说话平常不是这个样子吧？不是这个样子吧？哪儿？伦哥都发群里了。主播可以放张同学吗？哇，很古早的歌，我来搜一下有没有。不，放一首张同学，如果有音源的话。客群歌，甜甜蜜蜜，甜甜蜜蜜。哦，这是一首古早的小音乐巨制歌。可以祝你顺利吗？好啊，一切都顺利，一切顺利。看够你了，想看主任，主任不在，不在，主任在南京。哦，这就是主任的声音啊。帮你写数学作业，帮你写生物作业，帮你写各种作业，我没有办法帮你写那么多作业。梦回说唱听我的，耶、yeah! ！现在撸二的朋友们 ，listen， 听我的二的朋友们都很好。真的还是那会儿交到的朋友，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想听全职猎人的 OP， 哇，很帅很帅很帅，我来搜一下。没有看过全职猎人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哦。哦，画面来了，库拉皮卡。说说减肥小技巧，减肥小技巧，减肥。我是一直在吃荞麦面，然后我经常会游泳，所以游泳对我来说还挺好的，因为游泳可以，就是
挺好玩的，可能一直跑的话会有点不太喜欢，但是游泳就很开心。而且游泳专门买了个水下耳机，就是在水，就是在游泳，就是可以戴的那种耳机。哎，这时候就有人问了，那你的耳机还在吗？掉了。早安有腹肌吗？早安没有腹肌。早安有腹肌，但是是那种饿出来的腹肌，不是练出来的腹肌。rap 如何创作，我应该有解释过很多次，这是我 rap 的方式。我自己会带入进某一个角色，然后通过角色我会把他想说的话或者会说的话先变成台词，或者说是对话的话就都写出来，然后会把这些台词最后加上韵脚做一点整编，把它变成歌词。这是我的方式，很有趣。嗯，算了，这个有点一。早上看娜娜了吗？说实话，没看完，很棒。娜娜的歌很好听，可能我对千禧年，我不知道是不是千禧年，就是感觉对那个时代的审美还有文化，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因为那会儿我真的是小书呆子，也不是书呆子，就是很普通的学生，我没有那么多的接触流行文化，包括非主流时期，我都完美的错过了，就是大家都在非主流的时候，都是在。就是这么拍照的时候，我也都是没有赶上潮流的那波，我好像永远不是赶上潮流的那波孩子，就很多人会很敏感，但是我喜欢的东西至始至终没有变过。嗯，之前会说是没赶上潮流，现在可以很骄傲的说，哎，就是没有被时代和潮流所牵动，对不对？你说唱歌手，你但凡跟着时代，你跟着流行走的话，我真的觉得会跟不上的，除非你每一秒都在听国外 rapper 的歌，你每一秒都在跟，因为每分钟都有新的 rapper 会做新的编曲、新的风格。如果你跟着这个去走的话，我会觉得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可能我没有办法做得那么好。祝你和女朋友久久。我可能在法律意义上的需要九九了。祝你和女朋友九九。对不起，没看清，对不起。那祝你和女朋友九九，长长久久，甜甜蜜蜜，甜甜蜜蜜啊，甜甜蜜蜜啊，甜甜蜜蜜，哇！好喜欢。会做 drill 吗？尝试过，有做过，还给果哥听过，果哥说还行，但我觉得果哥在安慰我。做 drill 在我看来，因为 drill 的Drill 的律动和 Drill 的 flow 我都觉得其实真的不难，因为它真的有很多种比较固定的模式。我觉得做 Drill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够 Drill， 你活的要够 Drill， 你做出来才是 Drill。 我明显不够，我明显不够。就是如果你让我写 Drill 的话，我真的要去看学然后模仿代入，但是我觉得那就不对，因为只有你不写自己的故事你会觉得有点奇怪，但我又不想带入进一个 drill boy。 写作业了，去写作业，拜拜。去看奥运会了吗？没有，哎，那段时间没有来得及看，有几场重点的比赛有看，看一场羽毛球，看了场啥？看不看家教？看啊看啊，家教也不错。
悠悠那天去伦哥家了吗？去了呀，去了我。嗯，展翅红之瞳，哦，可以。歌名是啥？我不知道哎，这不是我的歌单，随便放一放喽。哦，对，你问我歌名是啥来着，我没有回答你。这 nicknames 小名，还是歌词儿？你这歌词儿英文就听起来 ，We used to give each other nicknames。我们以前经常会给对方起小名，但我们现在这什么来着？Different place， 你看这歌词，我们以前会给对方起小名，但我们现在在不同的地方，是不是听起来就怪怪的？就是听起来就怪怪的。祝你专升本顺利，好的呀，祝你一切顺利。总决赛 VCR 的卷毛造型真好看哦，谢谢。我本来是想头发留长就直接烫卷的，但是。我说实话又很想觉得工作结束了就很想去打球，但是你知道卷毛如果去打球的话，就是景龙壮壮妈那个造型，我在想我在球场上一直是那个头发，所以我想想看还是算了。祝你考上心仪的大学 ，OK 呀、啊！祝你顺利，祝你天天开心。你的苦情歌 Top One， 哇！说实话，我之前听过，我也有自己的苦情歌 Top One 来着，但你最近问我觉得已经没有比变废为宝更苦情的了。它是一种，就像是给自己唱的歌一样，它不是那种，有很多苦情歌是对对方唱的嘛，有的歌就是深夜自己唱的，但是《变废为宝》就像是一种你白天唱和夜里唱都很合适的那种苦情歌，就是它释然了，反而就更苦，很奇妙。其实如果是让我整首让我如果是有写这种变废为宝这种类型的歌的话，其实可以需要写的更释然一些的。我是因为像我的那个 F Car， 它是因为在那个段落上，其实那个段落是要起到去推进情绪的作用，所以我会那么去写和那么去编排 flow， 但其实在我心中它其实应该会淡一点的。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是真正当这句歌词出来，就是你想想看一下，除了为什么我们不说话之外，其实是有力量的，像我的肺我的胃，但其实到后面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放下了，相当于你在一个绝望和那个空间，你其实是很你至极到已经有些茫然的那个感觉。我只会说你让我卑微我摔成了沙，你让我骄傲我开成了花，其实那个状态就是你已经你自己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所以你真正唱这个歌词的时候，你应该不会以呐喊的方式来唱，其实你应该是更真的是说实话纯说，就是你让我卑微我摔成了沙，你让我骄傲我开成了花，它不是那么激昂的状态，但是因为那会儿在这首歌里它需要起到推进情绪的作用，所以我会唱的稍微激动了一些，其实有更好的诠释它的方式，每一首歌都是这样的。雪爱也是，其实雪爱他是变态的，但他其实你如果看我的那段歌词，因为我是在知道这个表演动作之前先写了这段歌词，所以其实那个歌词要呈现的画面会比我想象中就是 BC 蛋糕应该还要再 match 再 match 一些，他应该还要再狠一些，因为你其实想想看他是红色的墨水在写字，他其实会比
他不是白色的奶油在写字，他是红色的墨水在写字，他应该会更夸张一点。但是很开心，这版能呈现出来，能呈现出来，我已经很开心了。所以像这次，但是像比如说东楼的时候，有很多歌词要呈现，但是因为音乐剧卡的会更严一些，所以有很多可惜的地方没有办法呈现。但我尽量在画面上做得更好一些，大家来看会看到好玩的东西，会看到有趣的画面，有趣的剧情。嗯。想听 CU 哦，想听 CU 可以啊，我也好久没有听 CU 了。可以瑞雪爱吗？我都没敢怎么看雪爱，我咋给你瑞呀、啊？我看了，就是会。我看了有一期那个是超长点映还是什么的，就是把所有雪爱的素材都放上了的那个，但是以批判的角度去看的，就是看演的怎么样，会不会演的更好一些，比如说有些细节表情啊，不是控制啊，该怎么去控制，或有些以客观和批判的角度去看一下，跳出来，但是就主要是看演自己业务能力怎么样，是不是？业务能力还行，包子哥都要拉我进组了。应该是在网易。这个网络没谁了。南京场可以唱三刀流吗？什么？什么南京场？我的朋友，什么南京场？我的朋友。可不可以唱流行的 rap？ 流行好，待会儿我要找一下我的歌词。流行的 rap 其实，哎呀，你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听到的流行的那段 rap， 也是一个小小的删减版。其实本来我是针对四个哥哥每个人都写了一段，有非常针对他们的歌词，但是最后。一轮一轮卡下来，最后就是现在的呈现。其实原来本来应该更。我也没有录，我想不起来了。流行的 rap， 我应该没有录，应该只是拿手机录了一眼，录了个手机录了一版发给大家。但是其实原版会更顶一点。就本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我本来因为删的最多的应该就是给米亚伟那段，米亚伟那段我本来写的是因为米亚伟很喜欢加闪电的标志，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很喜欢加那个闪电的小 emoji， 所以我本来给他写的是，我本来写的是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我想不起来，但是我记得是有用到那个，是应该是他什么每次都会有雷电轰鸣，然后会从对，哎，那个算是做了一点小融合。你这次去米亚伟那首那个 What's My Name 那首歌。然后还有我跟米亚伟的那个 Superstar 的舞台，加上这个应该是我把给他的歌词和那个 What's My Name 这两个歌词做了一点小小的融合。你仔细听，其实是一段，然后它是一个 Plus 版，就
就像一个 Miami 那个 What's my name 他那个他本来我给他写的那个开头也是那个嘛。对，然后我再次介绍 Everybody Miami，让我再次介绍 Everybody Miami。他我本来给他写是让我再次自我介绍 Everybody Miami。让我拨通琴弦，忘了其他位，天唱天下，其他鬼，我不在乎你的名字，黑的闭上嘴。但是那我给他写的是那个，但是他唱完的话应该会是那样子。然后从应该是因为他那会儿在长沙录嘛，因为给他写的什么什么什么，从长沙到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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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you， 从长沙到 Tokyo， 然后什么会有雷电轰鸣，就是这种做了一段小小的融合。算了，没关系，有的是机会。能不能祝你考试满分 ？OK 啊，祝你考试满分。鬼灭之刃怎么了？为什么会有鬼灭之刃？怎么了？是我长出了斑纹吗？说很像炭治郎吗？怎么了？是你看到了红色了吗？是你想到了大哥吗？大哥，大哥，祝你考试顺利。OK。我像福黑会，哦哟，你不要夸人哦，我要练的有那么壮，但我很喜欢福黑会，对。今天居然脱糖了哦，对，已经一个小时了，差不多了哦。我因为现在九点多，我应该还要会接着还要上去排练。明天是过生日吗？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考试满分，祝你考试满分，就祝你天天开心，祝你天天开心。对，就流行还没有唱，流行我的歌词在我的手机里，我的歌词在我的手机里，我现在没有看到，但就。Look at me, now look at me, look at me, now look at me. You better kiss my ring, baby. 我是 ，You better kiss my ring, baby. 我是。假装我有张纸，唰，我是流星。我特地本来其实唱的是那个我是流星。我说，当时我就说，我说，米亚米桑，轻轻的，轻轻的，从我是流星变成了我是流星。一个小小的改动，是不是魅力加分？是不是魅力加分？我说你最后那句真正觉得就超自信的那种感觉，反而轻轻的说会很加分，会很有魅力，是不是一些小小的设计啊？一些小小的设计啊。OK， 就这样好不好？我还要再上去，我要继续去工作了，还要继续去工作了。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希望今天可以早点休息，希望今天早点休息，然后明天接着工作。咱们就是十一假期天天工作。也祝你天天顺利，祝你天天顺利。可以模仿有奖金吗？比嘎啾，比嘎比嘎，小比嘎。好，祝你高考顺利上岸。好，祝你天天开心。好的，好的。虽然今天迟到了，但是今天就咱们这个愉快的度过了一个小时，咱们愉快的度过了一个小时，是不是？我们拜拜好不好？就这样，大家早点休息。现在是9:08，大家玩四个小时手机就差不多可以睡觉了，好不好？现在你跟我说晚安，我根本就不相信啊，好不好？晚安，晚安，早安，平安，平安满炸的，平安满炸的，平安满炸的。OK。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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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东楼一切顺利，然后等大家来，我们现场见好不好？现场见，现场见，拜拜拜拜。遅かった。タキシード仮面様。タキシード仮面。
銀髄賞だ。あれが幻の銀髄賞。セラム、どうなってるの？プリンセス、月のプリンセス、ついに目覚めた。